爸爸妈妈让我去上数学班了。爸爸妈妈让我去上数学班了。你上英语班和钢琴班，又上数学班，你有时间吗？你上英语班和钢琴班，又上数学班，你有时间吗？真是太烦人了。真是太烦人了。上中学之前一定要学好数学。上中学之前一定要学好数学。不然的话以后会更难。不然的话以后会更难。他虽然数学不太好，但创意力很好啊。他虽然数学不太好，但创意力很好啊。如果没有基础的话，要怎样才能表达那创意力呢？如果没有基础的话，要怎样才能表达那创意力呢？不管怎样，在这个社会里，学历还是很重要的。不管怎样，在这个社会里，学历还是很重要的。对外的问题是副院长负责的。对外的问题是副院长负责的。我能先听一下详细的情况吗？我能先听一下详细的情况吗？昨晚在酒店昏迷的患者目前意识不清。昨晚在酒店昏迷的患者目前意识不清。目击者看到马先生勒了那个人的脖子。目击者看到马先生勒了那个人的脖子。是马医生给他做的急救处理吗？是马医生给他做的急救处理吗？他本人是这么认为的。他本人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患者的家人却不是这么想的。但患者的家人却不是这么想的。这太不像话了。这太不像话了。我能看一下急救记录吗？我能看一下急救记录吗？请你找急救队员再确认一下当时的情况。请你找急救队员再确认一下当时的情况。好了，大家都回自己的岗位吧。好了，大家都回自己的岗位吧。诊疗时间不是快到了吗？诊疗时间不是快到了吗？只要我不在，这医院就没法运转。只要我不在，这医院就没法运转。您到底喝了多少酒？您到底喝了多少酒？酒味到现在还很浓。酒味到现在还很浓。今天就先回去休息吧。今天就先回去休息吧。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
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你什么时候开始睡不着的？你什么时候开始睡不着的？我已经失眠三个月了。我已经失眠三个月了。我对减肥什么的不感兴趣。我对减肥什么的不感兴趣。只是需要安眠药而已。只是需要安眠药而已。那就更应该去看神经精神科了。那就更应该去看神经精神科了。不想在那儿留下诊疗记录才来这儿的。不想在那儿留下诊疗记录才来这儿的。我的原则是不随意给人开安定剂。我的原则是不随意给人开安定剂。更何况是不想留下精神科记录的患者。更何况是不想留下精神科记录的患者。作为医生，那更是违背良心的事。作为医生，那更是违背良心的事。医生，您可一定要来呀。医生，您可一定要来呀。谢谢您的好意。谢谢您的好意。但我不确定有没有时间。但我不确定有没有时间。您说过要寻找自尊感去克服更年期。您说过要寻找自尊感去克服更年期。所以我才开始画画的。所以我才开始画画的。你好像换了风格。你好像换了风格。我最近正在享受呢。我最近正在享受呢。你以后不用再来诊疗了。你以后不用再来诊疗了。希望你能来参加我的展示会。希望你能来参加我的展示会。听说这次露营不是在室内睡觉。听说这次露营不是在室内睡觉。这次露营是睡在室外的帐篷里。这次露营是睡在室外的帐篷里。你确定爸爸能去吧？你确定爸爸能去吧？爸爸当然会去了。爸爸当然会去了。爸爸说把日程都空出来了。爸爸说把日程都空出来了。我信不过爸爸。我信不过爸爸。这次露营爸爸一定会去，放心吧。这次露营爸爸一定会去，放心吧。你不认得我吗？我是当过助理导演的人。你不认得我吗？
我是当过助理导演的人。我们在公司开业典礼时见过面。我们在公司开业典礼时见过面。你当时好像是短发。你当时好像是短发。您来这儿有什么事吗？您来这儿有什么事吗？看来导演没跟您说。看来导演没跟您说。我当秘书已经超过一年了。我当秘书已经超过一年了。我离婚了。我离婚了。导演知道我的处境之后，雇我当秘书。导演知道我的处境之后，雇我当秘书。所以我非常感谢他。所以我非常感谢他。他一直都是5点准时下班。他一直都是5点准时下班。看一看我画的画，都不怎么样吗？看一看我画的画，都不怎么样吗？我觉得这个最好。我觉得这个最好。如果知道是你画的，爸爸一定会很开心。如果知道是你画的，爸爸一定会很开心。买了一瓶葡萄酒，是限量版的。买了一瓶葡萄酒，是限量版的。你回来的有点晚呢。你回来的有点晚呢。我平时都是这个时间回来呀。我平时都是这个时间回来呀。爸爸做错什么了吗？爸爸做错什么了吗？儿子，你先上楼做作业吧。儿子，你先上楼做作业吧。等晚饭做好了再叫你。等晚饭做好了再叫你。我在路上遇到你的秘书了。我在路上遇到你的秘书了。你为什么没告诉我？你为什么没告诉我？我没跟你说过吗？我还以为我说了呢。我没跟你说过吗？我还以为我说了呢。你和他出差也是一起去的吗？你和他出差也是一起去的吗？他很有经验，而且工作能力也很出众。他很有经验，而且工作能力也很出众。这是我做的炖排骨。这是我做的炖排骨。我担心你旅行回来再做饭太累了。我担心你旅行回来再做饭太累了。要不要喝杯茶？要不要喝杯茶？
最近那个发色很流行吧？经常能看到。最近那个发色很流行吧？经常能看到。看着很漂亮，所以我也弄了。看着很漂亮，所以我也弄了。女人果然还是得漂亮，是不是？女人果然还是得漂亮，是不是？你最近和我丈夫没什么事吧？你最近和我丈夫没什么事吧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感觉他最近有很多操心的事。感觉他最近有很多操心的事。为了生活，当然要拼命干活啊。为了生活，当然要拼命干活啊。我又没有有能力的老婆。我又没有有能力的老婆。姐姐给我们做了炖排骨。姐姐给我们做了炖排骨。事业有成的副院长还会做一手好菜。事业有成的副院长还会做一手好菜。姐姐的婚纱照出来了吧？姐姐的婚纱照出来了吧？又照了那让人厌烦的东西吗？又照了那让人厌烦的东西吗？怎么能说是厌烦呢？那是纪念啊。怎么能说是厌烦呢？那是纪念呢。那小子在那方面很优秀。那小子在那方面很优秀。你们休息吧，我回去了。你们休息吧，我回去了。你翻遍了你丈夫的手机，就因为一根头发？你翻遍了你丈夫的手机，就因为一根头发？换秘书的事为什么隐瞒了一年呢？换秘书的事为什么隐瞒了一年呢？可能不是隐瞒，只是没说而已。可能不是隐瞒，只是没说而已。那女人离婚的事让我很在意。那女人离婚的事让我很在意。离婚的人就都会和有妇之夫搞外遇吗？离婚的人就都会和有妇之夫搞外遇吗？他明明是五点下班，可对我说是七点。他明明是五点下班，可对我说是七点。他为什么要说谎？他为什么要说谎？邻居家的妹妹也让我很在意。邻居家的妹妹也让我很在意。都怀疑到邻居的老婆身上去了吗？都怀疑到邻居的老婆身上去了吗？手机不设密码，觉得也很奇怪。
手机不设密码，觉得也很奇怪，就好像故意让我看一样放在那里。就好像让我故意看一样放在那里。难道他发现我怀疑他了吗？难道他发现我怀疑他了吗？我都起鸡皮疙瘩了，你现在很不正常。我都起鸡皮疙瘩了，你现在很不正常。在我看来，你就是神经过敏。在我看来，你就是神经过敏。我是真的替你担心才这么说的。我是真的替你担心才这么说的。我也真心希望如此。我也真心希望如此。